出来。好，你比较希望在楼下抄还是楼上抄？你方，其实你方便都好。我方便都好。那我先主要好，主要拍摄地是在今天早上吗？嗯。今天早上拍摄就是在阳台外面。早上是在阳台。对。那我去选。你是我们的凯凯老师吗？摄影，对对对。你请问你在上面就是 GoPro 吗 ？Yep， 没错。你是要拍 YouTube 吗？对啊，类似。是两口。哎、欸，我有反转了。好。我。那里面房间有一个可以充电的地方。充电应该都在这个箱子里，你可以整个拖进去。好的。电池也都在这里面。好，那你现在有需要拿？那就我先主持相机好了。噔噔噔。这个噔噔。你要吧。摄影的器材，龟群还是你不需要？龟群嘛，好像也可以有，但目前应该都在楼上，好，所以还好。好。电池，电池在那个行李箱里。早安，早安。帮忙吗？倒是还好，你去找他。Okay.